身体浪，一艘船或者一块木板在浪上面跟着浪起伏，是不是？今天比较适合用什么呢？有看过，你们很年轻，没有看过那个，没有看过《阿甘正传》啊？有吗？有吗？一开始那个羽毛那个画面，后来很多电影用树叶啊或什么，就像那样子，树叶很轻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它要往下落嘛，它在往下落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浮力，因为气流，它往下落又起来，可它起来不是它要起来，它起来是因为往下落受到一个力量让它起来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力量没有了，又往下落，又起来。今天练太极拳可以体会这个。今天的天气让我们很松。今天的天气让我们感觉到比较松，今天的风也是刚刚好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练一小段，你试试看这个。就是你落起也是因为落。起也是因为落。比方讲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这个是落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有东西起，有一端起，比方讲，这个是手要起嘛，手起一定是因为有一端落，所以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哪一端。在落的还放在起的，落嘛，落下去以后，我们只要引导那个落的走向，引导那个落的走向，你不要管起，就是因为你落的走向对了，那一端自然就起来了，听不懂？我们自己的身体落下去，那个肉落下去以后，我们只要往我要它走的方向落下去。我引导它到我要走的方向去，让它落，然后落到一个地方，又浮起来啊！所以我现在落，我现在主要是落。开，好，我现在要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是谁要落？身体落，我有注意到身体落，这都方向还没变，都是直起直落的。身体落，手扶。现在呢，落肩落，肩肘落，引导。好，现在落，我们看，落，我引导这个落，这个也是落，这个是肩肘落，这个是你看。落，引导它转过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落，你看，落，所以这个落是一个，这边，落，这一个起，是不是？啊，到这边，落，起，落，手起，是这边落，到这边的时候，一落，手起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向前，再落。这个手要往前去，是后胯落，腰落，落。这个落的它带往前移动，好，到这边了，你看，落，引导这个落往后去，落，从这边先落，落，手自然往前，对，落，落。落，能够看到那个落吗？啊，可以哈，好，落到这边，落，起，落，好，这边，落，
往后去的。落，手扶起来，到这个地方了，它要起是不是？所以它要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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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一起落，到这边，落，往前落，你看从后胯到前胯，到这边，落。然后前胯手起来了，再往后胯落，落，再一松一松，往后胯落，搭上手，是不是？这个呢，往前胯落，啊，落，你看，再往后胯落，落，引导那个飘，落，由左。由左往右了，你看，落，落，提，这个要提，谁要落？这边落，对了，啊，到这边了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一落啊，手起来了，转，再沉，这边再沉啊，再落，你看。这个胯，这个胯，再往下一沉，起来了。看不懂？我们先试试看这个，从起势到单边去试这个，你的感觉就像树叶在飘，这种形态，这种形态试试看。啊，找身体上面这种感觉。身体没有